阿明，吃饭啊！阿公，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来陪我们吃饭？啊，恁爸爸在外口赚钱打拼，嘛是爱过年才能回来。哦。在找工作吗？台东现在充满机会。啊，对哦。喂，爸爸，有什么代志？啊，即摆台东有迄个就业机会啊，你敢要转来看卖啊咧？哇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！阿明，先来一副碗筷，爸爸要回来吃饭了。哦。谢谢。一份安定的工作。是一个健全家庭的开始。三年来，我们努力改善环境，推出特色主题观光活动，为的就是发展产业，吸引企业投资。2013年将是台东的黄金就业年，会有超过2000个新增的就业机会等着你。不必离乡背井，只要牢牢掌握机会。心动不如行动，请打台东就业专线。0893282544，让我们一起来努力，开创台东的幸福。台东。